一连张妈妈拢已经来啊，就给张妈妈试看卖。因为我今天就输掉我阿姐，张妈妈麻烦你啊。我嘛想你笑，阿母姐，拜托你。好，大家哦，啊，即马先安静，啊，阿芳姐哦，啊，进总控，啊，来火车书卷啦，吼，啊，安静。啊，阿芳姐哦，即马要开始念经啊啦，啊，要请阴曹地府啊，哎，阎罗，啊，搁有头尾面来开恩，啊，阮准哦，给吴书卷呐，啊，来挖伊个心，啊，若书卷同意吼，吼，安尼哦，书卷就会当顺利来挖阿芳姐个心啊。哦，你乖乖嘛，嘿，你即下要开始喊，等下就哭起来。啊，你咪哦，淑娟就来挖伊个心啦，吼。哦，我等伊即马较安静哦，啊，他还摇摇的，淑娟就挖起来。淑娟，是不是来啊？哎，好，哎，淑娟来啊，淑娟，你做啥来呢？啊，不好意思，不是，这个。哎呀，万一伊真正会当通灵。和吴淑娟上伊的心，讲出小乐乐的心事，也佮我甲潘伟莲的代志，安尼我就死啊！吼、哦！啊，电铃安安尼吵到安尼，我哪有法度啦？阿姨，歹势啊，我来开门嘿。那是你来阮家创啥？我阿伟，你家到底要创啊？我是来安慰恁家属的啦。我听讲吴总过身的代志，我真正非常意外，非常的艰苦。因为我的期望就是吴总给我这个机会去做的。啊，看恁安尼，即马失去一个好牵手、好姐姐、好妈妈，我真正感觉非常的可惜，够可怜。所以我才想要特别走过来，想要甲吴总表达，表达我对于吴总的敬仰，啊，搁有爱戴。潘伟莲，时间这么晚，你来阮家就是为着这哦？啊，另外搁有啦。哎，你这个变身哪里去啊？你搁想要变鬼变怪要骗人啊？啊？哎，你就是在讲啥？啥是变身啊？就你变那个欧巴桑啊！你竟然骗我讲什么称号就伊的身哦，我害我惊到要死呢！啊，原来啊拢是假的啦，伊就是要利用称号来跟我假神的啦。恁大爷千万莫会骗去啊！潘伟莲，我看你根本不是来的吴总，你来这到底是要创啥？好啦，我就老实讲，其实我都要来爱到吴总以外，阁有我就是要来拆破这个变身那个假面具。这嘛算是我为正义做一件好代志啊。耶，真奇怪呢！啊，阿妈伊阁有大家要来阮家的代志，连我都唔知影，是安怎你会知？就是讲呗，以前我要来进前哦，有先甲志良拍过招呼啦，连都师弟也无讲起就走嘞，就可疑嘞。这有什么好可疑啊？你别看安尼哦，其实我的第六感嘛，嘛足准的，我可以用天眼通。潘威廉，你别想讲，趁正伊即马失去妈妈，迄心情足无好的时阵，来找伊安慰伊，伊就甲你做伙。我之前早就甲你讲过啊，正伊即马已经甲刘家咧交往啊，所以你别搁做迷茫啊，赶紧离开。要下死下死！我不爱离开啊！啊，有人要表演通灵，我当然要来看表演啊！啊，潘威廉，我拜托你，别再闹啊，好不好？我正义，麦彩明，咱赶紧请阿文姐啊，我首先请明星，跟咱见面啊！是啦，张妈妈，拜谢啊！现在这代志，你可以交流。家里也当开始啊。啊。
我拄只哦，要请淑娟上外省啦，啊，结果差干的呀，根本都无法度。诶，敢有淑娟穿过衫，还是用过物件，摕来给我试看卖？啊，阿姨阿姨，我这有一条妈妈之前送我的破链，这敢会用的？啊，会用的。好，爸爸，麻烦你了。好嘞。真正是我的淑娟，妈，敢真正是你？你知影我就想你的无？阿姊，敢真正是你？阿姊，是的啦，我感觉哦，绝对不起你的。你在世的时阵，我拢无好好照顾你。希望你大量有大量，别跟我计较呢。你叫你，你，老狗你，你，你两个奸夫淫妇，我让你害到我够凄惨的。小安，威廉。想抓你一起奸夫淫妇啊！你敢不知影，这个是我上爱的人，这个是我上好的朋友，结果因两个人反背我，因两个人偷来暗器，害我一时想袂开。一罐药啊，拢吞吞落去。我跟你讲，我一世人做鬼嘛，要把你煞。我绝对对你面心骨皮，你两个人绝对无好无嘞。唔对嘞，苏秋的红仔是志良啊，这就是那是志良仔，他在做啥？那边你的闺蜜啊？哎，苏秋啊，你。这是不是拄好下脚起来？啊，目睭花花啊，甲巴拉看作恁无认着人啊！我无认着人，都是因两个奸夫淫妇。是哪个？要告你？我安怎？你做真侪好代志，你一定有申报的。你敢真正是我的淑娟？我是淑娟，不过我不是你的淑娟。我拄只伫外口拜会，我就知影阿曼姐啊，答应要予人上伊身的时阵，我来紧撞来。你敢知影外口拜话是叫做淑娟的人吗？唉，那安尼啊，啊真无简单，通着通唔着人，还是要安怎？真歹势。因为我找到这两个冤仇的人，我一定要把我委屈讲出来。我的目的已经达成了，我来走啊！哎，先生，紧倒水，紧倒水！拍死哦，拍死！
阿妈姐，来来来来，耶，先加水。啊我哪里哭啊？搁只苏倩有来挖我心无？哼，通唔着啦！啊，哼！哎呦，我拄只都在烦恼讲哦，苏倩这名哦，像菜市啊名啦，像一个人用你知唔？我都在烦恼讲哦，来哦，到时唔知会着人啊唔着人，结果真正唔着人。吼、哦！啊，真正啊，歹势咧，我今仔煞无多，甲吴总斗三工呢。好，给他这样的机会啊，机缘啊，这是我请过苏良苏娟啊。啊，好啦，无这个若无通着我，阿该搁试看卖下来吼。啊，歹势，啊若无，阮先来走啦。好，歹势，歹势，无该走散个。多着啦。幸福啊，希望，然后搁予我失望，我真正足想妈妈的，我足希望妈即摆还搁在呢。这个感觉是，就是爱。嗯。小姐姐，我介意你，我已经杀掉你啊！我知影我无应该哦，走来到湖南找你，安尼造成你的困扰。啊，不过我实在无法度控制我家己的情绪啊。妈妈，妈妈，哦，还有何丽雪同学。是咧想讲，这两个探锅主人咧要见到一个哟。我即马是咧想讲吼，明仔载哦，麻烦你把这个探锅哦，摕去给 Kevin。Tom Kevin， Kevin 哥。哈哈哈！熊小姐，你咧想我吼？够无聊，什么我咧想你啦？我是咧甲妹妹交代讲哦，明仔载会记把这探锅摕给你啦。啊，别那麻烦啦，我家己来摕就好。熊小姐。啊！你炖完我炖的煲汤，身体感觉安怎？有较好无？有啦，有加好请一个，多谢你啦。这汤锅吼，你紧摕转去，我过来做包，我惊袂糊，我来内面哦，摕米粉哦。好。佳玉啊。嗯。我问你啊，啊，你妈妈炖我炖的煲汤，跟我讲啥？无啊，你讲啥？哦。有啦，可能就是表示讲，伊较惯习嘛，较爱啉阮爸爸煮的煲汤。哎呀，他讲我较吃亏啦，啊，因做过阿妈婆，我当然知影恁妈妈的口味。无你甲我讲，恁爸爸拢用什么药材，用什么料来去炖的？后改哦，我会改进。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这不要紧啊，买就有啊。哎，我先来替你哦整理一下。没。
免啦，我家己整理就好啊。我即摆外口打电话叫人送面粉来。啊，我拄我带你来，好。来，谢谢，谢谢。发生什么事？你让我看嘛！我唔知什么时阵，迄导游车都把迄米粉拢用打面啦。啊，即摆无米粉哦、喔。无啊，所以我要打电话叫人送过来啦。来来。赖上，我叫九峰小馆。是是是，我买四包十公斤的米粉，麻烦你给我送过来。哈？你卡受伤无多少？啊无恁后生嘞？啊，你后生敢会跑出去？明仔载才会回来哦。哦，安尼哦，无即摆要哪啦？我无面粉汤用，无多少包安尼。好好好，无甲你去摕啦哈。好，再见。妈妈，你袂当家己去搬啦。迄米粉较重嘞，虽然讲米粉店离咱兜无偌远，啊，不过还爬阶爬楼梯，你一人摸不坏，摸摸摸。这简单啦，我来。佳玉，米粉店伫倒位？你带我去，我来搬。哦，当所长哪哈尔啊积极呀？袂用急，当所长，我跟你讲，迄米粉足重足重的，你绝对是搬无坏的，你莫多讲。笑亏。我哪有可能哦，莫无法嘞！你看，你妈妈我就抱起来啦。哎，这搬米粉这种代志吼，我以前就开始搬啦，啊搬啦惯习惯习啊，而且本店的工课哦，你就交我这个男主人来处理就好，唔敢麻烦林老板。你讲啥？啊？男主人？你是有某的人呢？你即马要甲秋红小姐斗三工，你一定要先回去问你迄个某，伊敢有同意才来讲好不好？没。我同意就好啊，而且我一个人搬 ，OK。嘿，你有过来啊？卖多强啊！我多强？哎，你嘞？你是坐办公室手不动三宝的董事长，你敢有才调搬啊？我当然有才调搬啊，无咱来试看卖啊！董事长真正是哦，安怎都唔肯退让的啊？无要紧啊。惠弟爸爸的体力还尔好，过去予因两个做去搬米粉，到时阵董事长输予爸爸，伊就会知难而退。就都安尼决定，我一个人替你搬 ，OK？ 嗯，我讲唔对，我先来，当然是我先搬。我讲我先搬，就是我搬啦。你是听无人话，咪先来后到，我先来，我先搬啦。看谁的体力较好，哈哈哈！还着讲，当然是我的体力较好。卡细声，免遮高调，我惊到时你输哦，会足歹看的啦。哼哼，那有可能？对我来讲，还是 piece of cake。来者不拒。就，吃。好啦，爱搬就恁搬。妹妹，电梯我搞一下。阿德林，你有二头肌，我有腹肌。咱比一下，啊！爸爸，一定爱赢，加油！哎，各位啊，
对家啦。两包两包的皮皮串啊！卖古臭皮无买啦，立马就串的啦。好，就啊。好，什么好啊？你两个拜托啊无？规路拢在遐咧比，敢免点点休串的啊？惊啦哦！点点啊！赖上哦，啊你看我要熊啊，真厉害嘞！保重保重，啊我来提米粉的啦。啊秋梦啊，你也才紧到来啊？哦，急不用啊。赖上，哇，照顾无看，过去我无，我秋梦娘啊。哎，较拜托的，什么银翁、银正翁啦，因早就离婚啊。哎，头家你好，我姓李，叫我 Kevin 就好啊。我是秋梦小姐的男朋友。什么男朋友？哎，别听他臭大了，他就是我们早起的头家娘。就算是安尼嘛，比你较亲。上无够，等我未结婚，那像你，去娶别人啊。啊，就算讲你还未娶，我手也未给你啊。好啊啦，一路行一路弯，弯到魏家来。苏干娘，囡仔赶快两块补充，你吓了了，惊天。秋风啊，看起哦，你真是欢迎的。无影啦，啊！因两个袂输，甲咱囡仔同款爱讲耍笑。啊啊，我的米粉啊！哦，我替你准备好啊，放喺遐啦。好好好。啊，我有推车哦，看你要用无？虽然哦，啊，加坐一段路，啊，不过哦，啊，路边爬楼梯，爬到平平喘啦。好好好，麻烦你啊。咩？赖上，我即卖有两个人，爬楼梯 OK。哎，是讲 Kevin， 你也卖免叫，你用推车好啦。你都讲耍笑。我阁真勇敢呀，来回走十转哦，拢无问题啦。我是惊你哦，更无法啦，阁会爬楼梯。是个，那是软脚。明仔载你去工地，唔就是爱用爬入去，免啦干工啊，楼梯。报告董事长，我家己的代志，我会家己处理。是讲哦，用推车唔是更孝代啊？你用推车，我用手刮啊。唔咩？推车何你用？我更无法嘞。啊，你一句话，难道用手刮？我不会不能。Yes。哎，阿当你两个人敢办法嘞？敢袂相当？不会啦，那有当就轻的啊。是啊，美术重量训练嘞，免费的哦。哦，好轻哦。啊，动作运动啊。好啦好啦好啦，紧行紧行啦。哎。先告九峰的人先赢。哎，闹他一波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哦，你两个穿甲安尼，更更快嘞，还卡实力嘞呢。我那真正爬起哩，强健我的腰，真正要断去啊！我哩嘞，才看，看到两脚，是不是安怎爬啊？哎，哎，别惊吼，归去放弃啦，即马得去借推车吼，袂见笑啦。要借你去借啦，我无问题啦。我是惊你爬楼梯若爬到软脚，啊到时哦，啊压到规头脚就歹看。嘿，秋风啊，哎，目睭不要紧，看下面吼。虽然我有火啊，但不过老翁老，还是赶快来报妥当。挖米粉、爬楼梯这种代志对我来讲小可代志。啊，无一口哦 ，Kevin 哦，你也特别较注意啊。我是惊讲哦，咱高分啊的楼梯哦，伊若爬了没关系，一个无细腻哦，徛袂在，摔一个倒头栽，安尼做歹看啊。哈哈，哎呀，做你放心啦，我这个会哦，更是一尾活灵的。啊，哎，熊小姐，你看我详细啦，你看我扛米粉爬楼梯是偌轻松的。
张处长啊，路途遥远呢，你即马落卡嘛爬袂起哩啊！哇，嘿，你嘛较拜托个，我吼，迄毋是卡嘛，我是吼小可徛无在尔啦哈。好啦好啦好，我跟你讲啊，恁两个吼，莫搁底下搭嘴讲啊！哎呦，搁犀利嘞啦！别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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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再掉了！哎呀，有嘴哦，讲别人无嘴，讲家己啊，你家己啊巧哉嘞！嘿，不利哦，万不利为家哦，下落去，我无就当我救你个。别烦恼我，你注意你家己啦。哎，我跟你讲啦，哦，参照这种粗重的工课啊，不是你这个坐咧办公室吹冷气的董事长做有法的啊。这哦，哇，这哦，都要参照我这个哦，规工伫咧工地，出出入入，体力好，耐操，够有动头的查甫人啊，才有法度，才有法度甲手风啊，哦，甲手啊，甲手斗三工啊，知无？讲较好听，啊，听看卖，哦，啊，个喘气的声音哦，啊，比我讲较大声嘞。我跟你讲啦，卖看我是秃头的，我平常时拢是做健身的，啊，根本都无生气啊。啊，咱就问一下哦，恁两个搭水果搭耍未？那搭耍，咱拜托啊，这楼梯吼上卡白，唔上脆吼。可是你嘞啊，进来了。小王，免等，我随来哈。你嘛免等哦，我一定哦，比你较紧啊。妈妈，爸爸伊哪袂转来啊？哦，爸爸，爸爸，你敢真正无代志啊？我看你喘到无法度讲话安尼。我无代志，我真好啊。有问题你后边。规个嘴唇拢翻白了，你到底要紧无啦？那是即马安尼看起来，咱这边的拌米粉大赛真明显啦吼，应该就是阮爸爸赢吼，耶，爸爸胜利！就敢那差一步尔呢。真正足唔甘愿的啦！喂，你莫砸着嘞！气氛到底好紧无啦？讲小替你叫救护车！哎呦，歹势啦！我若知影讲哦，你搬一个米粉的搬到咧皮皮喘喵要无伊，早知我无可能让你搬啦！是嘞，无安尼好无？等下吼，迄包仔做好哦，你要食偌济就偌济啦吼！歹势，哎呦！
你们来嘴唇翻白，你搁不要亲我？来来来，我来试试嘞，哈。哎呦呀！来来来，试试。你无把回事了，准拄煞，即要伫遐讲东讲西。啊，笑小姐，为你做任何代志哦，我拢甘愿啊！真正多谢你对我这么关心，你真正是一个哦，真好、真坚强又够温柔的女性。但是坚强还是温柔，讲好啊！这矛盾的物件，安尼是啥物故事？你是八啥？这不是叫矛盾，这叫多样性。查某人就是哦，唔那爱坚强，佫爱有温柔，安尼才算是有内涵，知影无？过安那吼？可能是哦，头拄啊爬楼梯爬了伤紧哦，啊这脚头骨小可疼啦。安尼哦，无，我给你暖暖来啦吼。好，唔是这。卡落，卡落，卡落，我卡落。哎，哎，就加。哦。小红小姐，啊，你安尼哦，搞暖暖的哦，哦，安尼哦，爽快袂少呢哈。虽然磨米粉是我输啊。啊，不过实际上应该是我赢，因为秋红小姐阁亲身替我服务呢。我可能是拄只拌面粉的时阵，小可阿妈棍去拽着。来，秋红，进来替我乱乱的。我你家己乱无手啦，妹，你家己乱啦吼。我。啊，别，你的手尾呐较有啦，你替我乱啦较爽快。来，来，要爽快，不要外口找专业。秋红，你替伊乱，无替我乱，安尼够公平。爸爸，我跟你讲，我抓人嘛是足专业的啦，来，我先替你抓吼，妈妈是无闲的。好啦，麻烦你啊，也是阮查某囝对我较好。哎呦啊！佫搞乱一下，哦，会使无？安尼，嘟嘟好，好。嘟嘟好。唔知影咧，淑娟哦，到底是不是配音还是？我认为配音阿姨无啥可能甲吴总害死，毕竟配音阿姨一个查某人，气量嘛无可能这么大。刚来当讲淑娟哦，流年不利啦，先去得到感情，尾下搁拄到这款代志，是讲伊这一生哦，嘛就坎坷的啦。啊，既然哦，拢已经准备要甲伊牵手过一生啊呢。啊，正确的病哦，嘛拢好起来，啊，伊昨下咧离开，就甲阮陈浩共款啦。阿婆哦，下病嘛拢好起来呢，准备要到十四岁，当我哎放心吗？阿姨嘛走诶。国娟阿姨，天公伯和陈浩哥的功课，就是阿姨知影啥物是爱。伊即摆的功课已经完成啦，所以天公伯刚刚会当可以提早下课啊。快点，我领蛋啊！不要紧啊，我嘛才拄到位呢。我拄才伫路啊，看到手机的新闻啊，伊讲真可悲哦，互消费者批评，讲伊送的苹果不新鲜，骂伊哦一点仔诚意都拢无。来，你看，哈，
这刘家瑶一定把伊个卖不出去的盘款吼送给消费者啦。拜托，伊了准讲，伊算话对啊，足准的哦。即马消费者我足巧，无遮尼戆啦。一看知哦，伊这头家哦，无生意，佫无老实。那呢，你看后一篇，是咧写咱真满意哦。吼，啊！这新闻讲哦，咱的卖场哦，别行销手法咧，别出心裁咧。啊，讲咱的生鲜蔬果吼，拢足赞。而且品质大袂丢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来，来，李克兄，文志干哦，重新开播，会当出奇制胜，这拢感谢你的灵感哦。我看你，我真满意哦，凊彩一个饼啥，拢比迄个金龙杯的总经理读个够够强。吼，我知影哦，消费者的心理，咱就得有稳赢的啦。加油！加油！耶！哎，小姐呀，你是来要创啥？你是不是兼着所在？在我办公室嘞。我无兼着啊，我今仔来是要来邀你分享的。啊啦，讲到这，我真正爱甲迄个记者啊拍拍手，写一篇新闻哦，写写到够公正哦，嘛有够够观察的。哼，哎，小小一篇新闻，哪有可能甲我拍倒啦？拜托，我刘家哦，什么大风大雨唔捌躲过。我今仔是要安尼赔偿的，是因为吼，自从恁今晚伊回国了后，就已经严重拖到阮的工程进度啊。刘家耀，敢是恁的工人拢无好好做工课？全部拢咧无非走来阮卖场，哪试食哪找恁去啊？若是安尼，阮嘛无法度啦。想叫阮的卖场就是这样舒适。唉，我即摆哦，甲你讲者，这咧内底粪扫，这粪扫是因为你遐飞过来，所以已经影响到我的前途啊。我要恁赔偿延误工程的损失。你敢有确定这粪扫是为阮卖场遐弹过去啊？哼！就是讲的，哎呀，笨手啊！有生的是够会当陪恁工地，你啊笨手若无写阮的名号，我是袂承认的啦。啊！哎，李克兄，你有练过哦？脚脚真好嘞。你即马是安怎啊？见小灯生气是无？讲不赢话就讲办公室不搞乱吵吵啊！这本事本来就是恁的啊！我只不过是物归原主。你即马行为就叫做输不起啊！你就是看阮真满意，甲你真好命，等甲金死死，唔甘愿才会安尼做的。哎呦，嘿嘿，你这小心哦，即马无共安尼哦。是我即马看到你的电脑有一种足亲切的感觉。啊，我知影，你即马是不是咧甲准时施工？好无乖哦，好可爱，我有这种感觉。哎，啊，讲起来，咱两个是表兄弟呢。你嘴够棒，我清皮。我甲思思一直拢是真好的朋友。小姐呀，你叫啥啦？看到阮思思边有人咧背叛，你食醋哦？我跟你讲啦，啊，天猫跟阮陈浩来一百分哦。你就是负一百分啦！因两个人哦，对妈妈拢足友好，哪有参照你啦？让你妈妈哦，承受这么大压力。张婷跟杨承浩真的是同一款型的，啊，一个之前是一个花花公子，今嘛这个是一个专门咧克查某人加钱的小白脸。哎，真是，啊，你哪有拢跟伊一款型的？敢讲你打算以后要甲政府搞甲参照安尼？你真正敢若剩一支嘴呢吼？免伫遐讲话不了陈浩，还阁听嘛？弄死陈浩上大的嫌疑，就是你的刘家瑶，你就是杀人凶手啊！无唔对啦，人咧做天咧看啦，你莫两阵讲陈浩已经走，啥物拢无留。Tim 的心中哦，就是阮陈浩留予伊的啦。陈浩是向海市，无定着，伊有感应。其实。我接触陈浩哥的行踪了，大家不是拢会做梦，在梦中，
我提拄啊处理好的录音笔，要去思思的生日 party， 结果行路行到一半，竟然有人开车撞我，砰！我拄伫涂骹，看到迄个人行过来，把我录音笔抢走，我看到啊，迄个把我撞死的人就是你！你即马想要白讲啥啊？什么你敢命啊？我真无咧信咧！敢讲迷茫，麦当当作是见过。刘佳瑶，你是不是在生气啊？你拄只敢是咧心虚啊？心虚？我是当时咧心虚。我跟你讲啦，杨长老是跟我一点啊关系拢无。刘佳瑶，你做这样子伤天害理的代志，天公伯啊，准备要给你烧，你有报应嘞！啊，若照你安尼讲起来，杨长浩的死也是报应的哦，啊，只不过伊较衰啦，伊吼是负债子还。你就把这个狗手，啊，谢谢。我是讲啥？你家己清清楚楚啦，拜托嘞，有三代过去做过这样子歹代志，所以杨承浩代替伊受了报应，那是多好呢。你不良承浩无敢讲过了三代，我跟你拼了，刘佳瑶。刘佳瑶，你嘛是赶紧搬走树皮。刘佳瑶，一路行久啊，总一天拄着鬼的。那是真正鬼来找我。你嘛不可能对我安怎，因为我刘家老这人清清白白，什么都袂惊。什么清清白白啦？这嘛叫我害死，这好狗屎，竟然是你这块来救他，小人家怎么敢跑到地里啊？妈咪出去。咱给伊上好的保护，就是把咱的卖场好好经营起来，让许款小人有重新站起的机会。哦，不对，咱一定要靠实力，让伊人看到咱都唔敢背啦。其实我今日找恁来，实在是要找恁讨论。咱卖场哦，生意收购反应拢袂歹，所以拍算哦，要开加农奖的金牌哈密瓜合作，我的金牌哈密瓜哦。我咱卖场独家贩售，这主意真好，我赞成。只是讲哦，咱要亲身去拜访遐个果农。Tim， 我最近公司较无闲，敢袂当麻烦你陪我妈做伙去。阿拉伯，我听刘佳瑶去找我妈的麻烦，有你伫个，我较放心。无问题啊，咱的金牌哈密瓜一定会让咱的业绩愈来愈好的。我的心中现在跳得很紧，特别是陈浩哥也在给我们救护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想不到那个张庭竟然是杨陈浩器官移植的受害者，不怪张庭跟思思两个人常常这样同出同入，还是讲哦，这是对张庭，敢那无什么意思诶。不过迄个张庭哦，一直要黏伫思思的身躯边，原来靠的哦，就是杨承浩的心脏啦。来咯。你弄到人要回失了，你是在看啥啦？被告要回失了是吧？你哪弄被看了？你，你，
啊香啊！这是李六办公室啊！你就是李六。哎，李六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拄则我行二路的时候，我用怕，我要调迄个监视器啊！啊！哎，拜托，我无代志，叫我怕，我袂当调迄个监视器。李六啊，你嘛较拜托好无？咱即摆才伫咱家做摆，你先处理一下啦。好啦，就先安尼，拜拜。彩亮。哎呦，啊！你怎啊去倒啊？哪会通拍干呢？我来当去倒，我得去巡工地啊。啊，去巡工地时阵哦，看到即摆伊家己本事带来咱遮，所以我们才想要去找你论。结果，所以生吼出来，搁去用拍的。恁拍哩，伊搁徛伫遐创啥？敢有去报警啊？无啦，我是行出时阵去用卡布袋。哎，还没想嘛，这一定是郑思思技术的啊。恭喜郑思思！会，唔是还搞啥？伊拢是你的青年期啊！你即摆嘛有啊？伊搁去找伊创啥？敢讲你即只毛都该放袂起啊？哎呦，你嘛较拜托的，真是是这个查甫用我追钱，记者爱者，我哪有可能到即摆还搁你爱伊啊？上好奇啦！大家讲着伊哦，你敢承认无假？佮唔敢承认，你即摆搁你爱伊，搁笑死伊！刘佳瑶，你真正就滚！你这查某怎够夭寿的嘞？哎呀，哦，我伫外口用拍着准路刷倒来，都敢让你吃饱？你这人到底是安怎啦？啊，一个一个拢要逼我，你是无够逼是唔甘愿是无？老公，你讲啊，你想做高级嘛？再参去好心赶快，规工伫郑思思的边啊，歪来歪去。哎呦，我唔是甲你讲过啊，我是去找你，然后想说探听敌情啊。啊！顶一摆伊咧开无活动哦，操心咱 ID 都办甲正好，所以我真正做不甘愿嘞。你再想讲哦，要去遐探听敌情，看伊后一幕，搁要比啥个吧？这就叫做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你是捌无？你卖了阵凊彩编一个理由，我得相信你哦。你若是真让我相信我，安尼好啊，来，我这手机有相片，你家己看。我发现哦。伊叫回迄个农民，是我之前伫央视威尔时阵合作手枪，我甲伊迄个手枪作熟个，所以我拍算要为迄个手枪下手，叫伊哦，莫甲金满合作啊。啊，遐个人，你敢怕伊叮当？哪怕伊叮当？这啦，有钱啥物嘛拢做会到。这嘛是一个办法，起码咱身先一地，输赢真济。你若是无法度进会，当客应该会转回咱家来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所以讲哦，你妈规工啊，当面咧食醋啦，怀疑我到即摆还佮爱郑思思。我来讲，我即摆过来头啊，但系想讲要怎做生意，所以咱一定要想办法，佮即摆跑倒，安尼哦，咱集合袂生意哦，才会愈做愈大。真好，查某人就是爱有斗志。啊，不过你莫答应我，以后不准你搁私底下去找郑思思，阿婆，你就再死。哎，奶奶，我你看死了，哇，足疼足疼，啊啊！哎呦，水某诶，我唔是甲你讲过啊，我只是人上海来，我就只有你尔，我心内哦绝对无别个查某，哦，拜托你莫让伊想啦，好不？嗯。今天做工刚好。
伊最近拢困无好势，才去看伊。我跟伊害死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！妈，妈无代志吼，你去做梦啦。哦，我甲陈公公伫遮，我带走。妈，你等下。新陈公，敢真正是我甲恁阿哥害死？啊，不过想说我一点仔影响拢无。我是不是被人当作是杀人犯了去关？是讲我真正是杀人犯，啊，不过是我家己袂记的尔。是的妈，你莫有白想，你无杀人，你不是杀人犯。是啦，妈，我拢知影吼，在你心肝内吼，承受足大压力的。我甲有心吼，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躯边，支持你，所以你爱坚持落。啊，我相信到总有一天，法律一定会向你清白的，放心啦。啊，不过我是不是清白的，我家己嘛唔知影。我真正，我的头真正足乱的，我啥物拢袂记啊，袂记啊。妈，你是绝对无可能做出伤害人的代志。我甲陈公拢相信你，你嘛爱相信你家己，知影无？嗯。多谢你。郑局，小飞，哎，那你来了。嗯，郑局，阿姨，你敢不敢跟我讲，先说你要害死我妈？郑局，你那一来才是讲这啦？你敢知影，我妈得病了后，伊感觉大家烦恼伊，伊是我娘辛苦才把病情控制落来的。原本咱确实讲，伊人生从重新开始。你最好赶紧回来，整他一死！你在看我啊？黑阿姨，你有这么极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，是不是有真重要的原因？你敢袂当讲给阮知影？郑群小飞，家庭一定要相信我。虽然讲我啥物拢袂记啊，不过我只是想要去救伊，我从来无想要伤害伊的意思。我知你甲阮妈一直有订单。恁两个人嘛发生过真侪个冲突，你是不是因为安尼对伊忘得愈来愈深啊？是你想要报复伊，敢毋是安尼？你讲的嘛上可能啊！我是不是因为忘恨伊，所以甲伊害死啊？啊，那安尼我就是杀人犯啊！我应该和人两个关系丢，我不应该伫遮，我是杀人犯，我是歹人。妈，不是你，不是，妈别想吼。这是有误会啦，大家有误会啦吼，你莫白想。什么误会啊？即马全部的证据拢指向伊，你嘛得杀人凶手啊！正确，你讲的敢唔通较客观的？家里都有讲过啊，现场有另外一个查甫人伫的，这个表示我妈真有可能是上冤枉的。我嘛认为无可能会甲阿哥害死，你安尼为神仙判，根本对我妈受无公平啊！是啊，正确。但是让警方继续调查下去，一定真紧就当查到真相的。阿姨，你若是够淡薄仔良心，麻烦你即马就警察局自首，把你伤害妈过程全部拢讲讲出来，安尼阮妈才惊会开脚，不是继续再去诬告。不是啊，我是不是应该去自首才对？我是不是应该去自首？好啦，啊，证据不是这個意思啊，妈。请你先嘛，对主事。郑局，拜托你给我处理一下。我不爱啊！你不要安尼啦，告诉我一个啦，行啦。不行，不行，我若是听郑局的话，我即马去警察局。我即摆去做事好不好？啊，不过我嘛唔知道要安怎甲警察讲啊，我啥物拢袂记啊，我真正唔是我甲伊害死，我袂记啊。妈，无代志吼，奶奶你先坐来。你啥物遐尼激动吼？无代志。郑群哦是因为心情不好，所以讲话较歹听，伊无歹意的啦。吼，等伊较冷静落来，伊就会知影是伊误会你啊。吼，
过这敢是误会？啊，是讲的是对的，真正是我甲吴淑娟害死的，只是我家己袂记的。是妈，不是你，好，你先别白想我啦吼。妈，你伫遮休息睏者，啊来，啉水，休息者吼，别白想我，我去找成功，明天就回来，你等我吼。啥啦？我妈拢跟我害死啊！赶快问问我清楚。我只是希望你较冷静的，莫因为一时情绪起来，讲出伤害别人的话。我妈即摆精神状况足歹的，我无希望伊阁受到任何刺激啊！就算伊是你的敌人，你也袂当有咧维护伊，都死灰不分啊！成功啊！所有甲佩雅有关系证据，伊拢无解释。伊毋是讲毋知影，是讲袂记咧。那你叫阮是要安怎接受啊？伊甲用心应该好好考劝伊，甲实话讲出来毋才对。我毋是咧维护阮妈，我只是认为伊无可能会做出这款代志。你先想看卖，当初阮爸做出这是伤害伊的代志，甚至毁掉伊的人生啊！伊受着这么大的伤害，伊根本就无对阮爸不利啊！郭嘉宾讲是实在真哩要伤害恁妈，喜欢伊。黑患，现在还是我们时阵，你是不是在想啥啊？哇，既然你讲伊不是凶手，那你跟我讲，现在全部的证据拢跟伊有关系啊！你那时候都解释，我都相信你。证据，遐证据无法度证明，阿哥就是被我妈害死的，遐拢是间接证据尔。是，遐拢是间接证据尔。那你是要怎解释啊？伊的破链，伊的指纹。跟我嘛真个来别皮屑，耀勋啊，上直接性就是良心嘛。你袂当因为是你妈妈，你有得要安抚伊的罪行，就做不应该做代志。你讲这有啥意思啊？监视器出问题，一定是了解病医人才安尼做，把遐档案洗掉，就无证据啊。讲起来，你马上是给我。郑群，我相信用心不会安尼做啦。为着家你妈妈，像这伊安尼做是袂安尼做啊。罗郑群，你讲这个话敢受超过啊？我知你即马心情足歹，啊，不过你嘛袂晓怀疑用心。咱俩是侪外国的好朋友啊，敢不过你拢无了解，你也安尼无赖用心啦。我嘛就是做拢用心，今仔阮家上台做爱啊。我嘛也是无伫啊，像这个上台好处，像大家都讲。你是告诉阿边，要袂？犯错，那是肯定错，都要悔改机会啊。那是唔肯悔改，我证据毁掉，是阮投票法律的责任，阿你绝对袂当原谅我。你给我点名！子君，成功了！既然敢跑！子君，连总，你到底要打开那个凶手心？你这凭什么讲我妈是凶手？你这凭什么讲凶手是共犯？我骗我妈是叫你害死的。曾成功，你到底算什么兄弟啊？你见我两个查某人，连我妈命都当歪过，你是不是袂记啊？你是好嘛吃用大汉的，伊嘛算是你的妈妈，你给我替伊受罪。你到底你妈是我阿爸监控？我就是因为替伊设想，我才希望赶紧把凶手找出来，还你一个公道。你若是要公道，你给我老实话，把代志交代好清楚。你若是要继续维护伊，你就莫是我这兄弟。我妈不是凶手啊，用心嘛不是共犯，就算你不爱认我这兄弟，我嘛不可能承认伊某做的代志，不可能。你想到个啥讲袂出声啊？讲袂出声，人是你。我绝对不可能，我你继续不老实去骗人。郑成功，我今总算是给你看出去了。咱做兄弟遐尼侪年，竟然比袂过这两个查某人，你真正是真厉害。我拢已经无嘴讲我无赖，你还是无愿意相信我。
你到底是我要安怎？陈公，你哪会受伤啊？我来是啦，为了侬，两兄弟要行这款的地步，我是无话通讲啊。为了我的靠谱啊。啊？什么意思？妈，我来视频一下。若是，陈公跟郑群是不相怕？都是我害的，都是因为我的关系，才害因兄弟感情变到安尼，都是我，都是我唔对，想做都是我。唔是唔是，哎呦妈，你先坐来，你先别遐尼啊自责啦。哎呦，其实大家有这种反应，也是因为立场无同款嘛。哎呀，而且郑璇甲陈公的感情已遐尼啊侪年啊，袂因为一时误会就拍歹去。你放心啦，是的，有心，大概拢是因为我的关系，害恁这样为难。我嘛不知影代志是安怎变到安尼，我只是想要去救伊。啊，好啊，你是卖遐尔艰苦也无代志，我相信真紧真相就予查出来啊。因为你三不五时我出来，三忙一搞我要给你害死。今日若是有啥物重要的代志，我以后绝对不会插你。小阿，卖遐着急啊！今日人来啊，就陪我练一排啊。啊，我袂记啊，你搁咧做未来，会当啉酒。我代替你啉落啊。你会为难伊遐尔济啊？要讲无，我无要走啊。哦，我即马就要讲啊。你毋是讲吴淑娟在贵姓进前？我和吴志成签结婚契约书，阿丽袂当挡吴志成的财产，也袂当管洪腾的大细事，对吧？讲着点。所以咱在趁即届洪腾补选当选的时阵，想办法安插一个家己的人入去。若无以后就无机会扭转乾坤啦。讲到遐尔简单，照即卖即个状况，有啥物人去管伊甲咱徛个？这个人敢不是阮便宜的张副院长？伊人在谈这，你应该无甲讲咱两个人的关系吼？放心啦，张副院长知影代志，就敢那是咱想要让伊知影的部分。我甲伊讲，咱是真好合作伙伴。所以真正是你找来，你敢好啊？免烦恼，我甲杰克哦，实在足久啊。伊就是当初阮爸安插入去鸿生医院的人，甲乌道的关系嘛真好，野心嘛真大，甲我算是共好的。啊，不过我听讲伊风评无介好，佮有真侪人私底下计乌道医生。我会记潘大庆离开鸿生医院的当时会议后，志成是带领伊是医学院的同学，才互伊留落来。这段时间。伊伫病院表现嘛普通普通，我感觉伊对咱的帮助应该有限。人的能力有限，但是野心是无限的。这去乖乖踮伫凤山医院遐尼久啊，就是咧等待一个机会。假使讲你若是会
会当支持，互伊做红藤的补选当师。安尼我就有办法，互伊甲咱合作。时到红藤内面，都是咱家己人，对你的帮助一定足大个。啊，不过伊有啥物资格当入来红藤啊？小安安，你家里冰雪聪明，我就给你一个提示。你鸿升医院之前不是有提供医生认购？对哦，鸿升医院打成立的时阵，为着要网罗优秀医生，所以有提供一挂股份来给因投资。我会记得张辉到迄个时阵嘛特别借出来，所以伊嘛算是公司股东之一，自然有资格会当补选董事。You got it。啊，不过伊敢愿意跟咱合作？你敢有把握伊会跟咱徛同名？我来讲，我甲杰克关系袂歹。之前我夜夜笙歌的时阵吼，伊就是我的主管。即届我找伊跟咱合作，对伊来讲，干有好处。因为无人会无想要甲钱做朋友，对吧？嗯，干咱老道理啊。那呢，就请议定无理议价。只要咱会当甲杰克达成共识，咱就会当开始咱的计划啊！姐，我得来看卖啊，你想怎讲啊？威廉啊，你才真厉害呢！连咱议定夫人，你也请会叮当，无简单哦。假讲的，我什么人啊？其实哦，我感觉真意外啦，啊嘛真好奇，想要知影，为什么咱夫人啊，要来反背议定做这款的人事安排呢？哎呦，这边哪会当讲是反背？啊，虽然讲阮是翁仔某，啊，不过有家己的需要，安尼嘛真好，敢毋是？志成哦，拢伫无用鸿升医院迄边的代志，鸿腾就只好互我来操烦啦。是讲头拄啊，我有听潘威廉讲啊，我感觉哦，伊的建议袂歹。假使讲张副院长愿意甲阮配合，我伫开你的前途会比即马更加好过六倍哦。真好，夫人，你既然甲话拖到遮尔啊白，来了我就承认。其实我嘛有迄个野心，想要发展无同款的事业。安尼以后吼，就唔忙夫人吼，多多看心。哎呦，张副院长，你太过客气啊！以你的能力哦，一定会当给我真济帮助，只要咱会当顺利把红藤摕到手，以后感觉今日无一通好谈。嗯，既然哦，夫人这么啊看得起我，安尼我先干为敬。拍摄啦！一定会杜生英啊，袂当饮酒，一杯哦，我代替你啉哦。来，咱今仔日不醉不归。嗯，咱家啊，饮完了，再去刷团。嗯，无问题。啊，奶奶恁大大恁，我就无加料啊，我先来。多谢夫人，顺行。嗯。来，这个来，我给你。正确，我认为哦，你去那里做唔着代志啊？什么叫做做唔着代志？我是想要替嘛讨一公道尔呢。就算咱认为佩阿爷压力上大，你嘛不应该去怀疑佑信的清白啊！啊，陈国甲佑信的个性你也不是不了解，伊是绝对无可能做出任何违背良心的代志，伊嘛无可能去包庇罪犯。我怪陈公今天对你这么生气。重点是，监视器在病院内面呢，那是对真熟悉的人透过暗卡。你敢想啊？阿姨边哪有可能遐尼简单，都搞不出来啊？莫怪啊，连这都这么生气，为这件代志啊，搁再咧冤家啊！阿姨甲陈公是自细汉做伙大汉的好朋友呢，恁的感情比亲兄弟搁较亲。刚刚你要因为一时伤心，要搁怨恨，就破坏恁之间的关系。你安尼袂感觉就可惜？我嘛无想要破坏关系啊！啊不，
我知影，你即马哦一直真后悔你甲伊讲的话。啊，成功甲药师嘛，毋是无腹肠的人啊。啊，等大家都落去冷静落了后，你一定要找机会甲伊讲清楚。即马唔通因为安尼哦，就互你的感情煞煞去，安尼真正就可惜。以后再讲啊。你好，爹哦。阿金。阿贤呐。哎呦，正群啊，看你那受伤啊，干完家哦。好啦，阿都甲人淡薄误会尔啦。啊，是甲什么人误会啊？无什么代志啊，真紧就会当解决。哎，好啦，我知影，恁拢无想要甲我讲恁私人的代志，那呢我就卖无，较要互恁气下。阿金，咩人咧想啊？嗯，想好是安尼啦。阿金咧，恁叫我一声阿金吗？那呢我只哦有一个建议，你敢要听看卖？什么建议啊？啊，之前哦，你唔是有来找恁阿姑讨论迄竞选党事的代志啊？我有听讲，洪生医院的张副院长嘛有兴趣要去选呢。之前我有甲伊接触过，我感觉哦，伊应该也是一个袂歹人选哦。多谢你的建议啊！连我之前有听爸讲过，我妈搁在生的时阵，甲阿姑有签切情书啊。主要的内容就是爱你要感谢公司的代志啊，所以这公司的代志哦，不算你费心，你甲你的身体顾好。够囡仔够好，安就好啊！哎呦，你误会啊！我并无要干涉任何代志啊！搁较哪个，我的手头嘛有红藤的股份，所以我当然嘛希望红藤会当趁钱。我是真正感觉哦，张副院长是一个足好的人选，所以才会推荐乎恁呢。这人的风评我嘛有听过，不过拢唔是好的。像这种人。根本就无资格做公司董事。哎呦，迄外口的风声哦，你凊彩听听就好，袂当相信。啊，就好参照你伫咧外口，人拢讲你是啥物啊？冷血无情的铁腕上司。啊，不过你也毋是啊，你讲对无？你错了，我确实是。回伫我的意思是，迄目睭看到才是真的。我感觉哦，你应该爱去甲伊接触一下，去了解这个人，安尼较好。我是认为啦，伊哦是一个讲话真有条理，而且做代志哦嘛真有手腕，又搁足有头脑的人。我感觉伊真正是一个足好的人选，以后一定会对洪腾做出足侪好的代志。阿金啊，你咧拼性命替讲好话，小龙姐，啊你是摕偌侪好处啊？哎，你哪会当安尼讲我？我是因为咱是一家人，所以才给恁一寡建议尔。啊，你嘛要误会我？好啊，会议这件代志，不是咱直接讲讲的就准妥煞，啊嘛是爱我们爸，还有阿哥意见才会当决定啊。反正阮家己有家己的想法啦，以前嘛袂用任何人大来影响去啊。海子，我们要去顾囡啊。这罗正权实在是够麻烦。哎，孩子呀，啊，是你夫人哦，发一张来。若是要让副院长顺利当选当选，得爱先处理罗正权这粒大石头。伊也是上大的阻碍。这个啊，啊你甲罗振群敢有熟识？是有见过面啦，啊不过无介绍。我拄仔听伊刘夫人讲，罗振群反对你选董事，这咱可能爱想一寡办法来解决咯。嗯，你放心啦，除了伊以外，我会当为院长那边吼下手啊。你是讲吴志成啊？无唔对，
只要吴志成肯站在我这边，那咧罗振群是要算啥物？哦，就自信哦！来，好大，来，好大。我替潘威廉还佮有周小安，还有含遐尼济代志，因一生一世拢无法度分着。还我干来当伫个厝内底看电视，袂当刷屏，安尼袂用的啦。后一届啦，一定要想一个办法，叫伊两个人掏钱出来，互我开。但是要安怎做啊？药生啊，你有看到新闻无？哈，妈，什么代志啊？那以为我该要了大声？吴淑娟死啊，是无？哎妈，你是看无线晚报啊？这件代志啊，拢伫要写入去历史课本内底，你哪会即马才咧问啊？哎呦，我都拄才看到新闻，我才知啊。啊，吴淑娟敢真正配音害死啊？啊，新闻拢是安尼讲的啊。啊，要么过即马敢那为虾米信义禁锢出现？啊，有朋友即马嘛是交保候传。啊，你若是想要知影，就去问徐若瑄啊。这配音哦，那真哩歹命啦！哎呀，少年的时阵吼，受着遐尼侪委屈的代志，啊，真无简单。甲查某囝相认，我搁廖准讲哦，伊要开始享福啊！啊，想袂到即摆煞牵涉这种命案，哎呀，我真正就对不起吼，有心人无阿囝。我看我爱找一个时间哦，小来个关心，来个安慰一下，安尼较好。懂嘞。不过拜托你，别再去做一些热脸贴冷屁股的事情，好不好？人徐若瑄哦，根本就无稀罕你这个假妈妈啦。你哪安尼讲啊？人若瑄才袂安尼，伊到即马阁真关心我。关心？嗯，迄个是客套。你别再伫遐自我感觉良好了。是安怎啦？为什么伊伫遐入来遐尔大声啦？啊，恁母仔是安怎啦？是啊，害我心脏病发作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讲要去耍，我搁唔去，臭姐去，你唔去，啥物要拿钱啦？阿哥有啊？我即摆看你，我感觉足烦的，卖讲话哦。你才给我掂掂啦！我若是搁继续，互你安尼烦落去哦。我就爱去看身心科啊啦！你早就应该去看，有病就爱吃药啊！你才有病呢！好啊好啊好啊，卖阁吵啦！你真是……对啦，我今仔日伫个病院病床的时阵吼，我有听讲周小安生啊呢。喂，安尼唔就表示讲你的囡仔出事啊？对不？对阿妈，你已经做阿妈，欢喜不？做阿妈就高兴。啊？嗯。啊！你是大家在变变哦？我唔是跟你千交代万交，叫你袂当把这件代志讲出去，结果你即马当我的面头前把这件代志讲出来，你当作我死啊？哎，这件代志就总讲我无讲啊。妈常常去病院病床，嘛有可能听到啊。根本就无法度温暖，好不好？你就是有一种心态，才无法度保守秘密。你别讲心态，好吗？男人弟，你甲周小安哦，拢安尼利用我，啊利用煞了啊，一点仔好处都无爱给我，真正就我苦哦。搁较安怎讲啊？我是小乐乐的阿哥呢。小乐乐，你这个人不了样讨钱，搁会晓啥？若无我甲你斗三工啊，你早就 game over 啊啦！
敢若甲你摕一点仔好处尔，根本就是你赚着啊啦！慧莲啊，啊是讲哦，小安那囡仔生这样代志，你哪拢袂互我知影？因为你若是知影，你就会伫遐吵讲要看小乐乐死狗，你就会亲像许幼珍这白目同款，做出一挂有诶无诶代志，惹一大堆无必要诶麻烦啊！这种代志我哪有可能会惹出无必要诶麻烦呐？啊，就是因为你毋知影家己会惹出啥物无必要诶麻烦，这才是上大诶麻烦。我即马真正经，嘛足认真甲你警告，你绝对袂当去找小安安，嘛袂当去看小乐乐。若无，就算你是洗坏人，我一定袂让你有好日子过。去看一下，安尼敢袂用？绝对袂用的，我再讲一摆，绝对唔得。酒醉了，去困啦！郭金山，我要！要去！走！喂，张大，我伫遐按，还换来敲电话，要创啊？哈？哦，嘿嘿，我着知咧，哇，你下班要过来找我啉酒呀？你瘾来哦？啊？时间也无早，啊，冲过啉酒醉了，足累的，来啦。哎，陈大，无啦，我其实我嘛就是要跟你啉的啦，啊你即马人已经去工地了，啊等你过来啊，搁啉一下，安尼时间就足晏的，还是咱另工好不？啊？奇怪，今麦是安怎？我连咪电话，连咪咧电话，足无用。哎，爹哋啊，啊，我今日工地哦，提早结束啦，啊，咱两个足久无安做伙啉一杯啊吼，啊，你应该要记住我啦吼。你到底是咧讲什么三八的啦？哎，咱家己的咧，你紧来啦，我等你啊，紧来啦。我水狗啊，啊，你莫甲火红讲，我莫甲小红讲，吼。嘿嘿，哎，我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火红，啊，咱进来啊，穿只要配几个菜啊。哎，别，我家己有炸啦，啊，你提我来对头。相国啊，啊我也是最欢迎你来阮家饮酒啊。但不过嘛，勇啊明仔载出车啦，所以吼，唔通来饮伤济啊。意思，两杯就好啊。哎，我知，阮酒量就歹，饮袂济啦哈。哎，弟妹，真麻烦你。好，过来。谢谢弟妹。来啦。哎，弟妹，今嘛有改变哦，配合度越来越好。好，来，咱的灵魂伴侣。来啦，你够发达无？你嘛，大嘴那乌沙，就这凉凉啊，你骨质就落啊。来啊，滚啊！哎，呀，恁两个哦，应该差不多啊。勇啊，去冲个叫车啊。对，卖啦，叫只车。哎，我个真侪心内话无甲我兄弟讲的，你遐着急要赶走，你真正足无情的你啊！无啦，哎，火红，你讲算笑的啊，对不？伊袂安尼啦，你嘛知影我的人啊，对不？你有啥物心内话哦，无要紧，你做你讲哦，啊，你说啊，我听。好啦，哎，迄个客人你知影无？哼，你知影都唔知？伊啊，这一日到晚啊，来到云南龙溜连啊！我咧讲，我出事要归遐讲哦，啊归去啊，你著搬来到有哪大啦，莫安尼规工互我看到，啊作死！啥物搬来遮大，袂用着啦。啊，你敢知伊是啊一工工啊，再来交魂啊？伊是要叫阮秋风啦，而且你拢唔知哦。迄工伊伫我面头前哦，伊伫我面头前甲秋风告白咧。真实哦，前面甲秋风去告白哦。哦，我著知咧啦，迄进前哦，我咧甲问，我咧甲辩哦，哇，拢唔相信人诶，即摆咧嘿，骨卡缩出来哦，挡袂住哦。哎呀，啊，钱无两个哦，我袂等呐。啊，伊要约哦，嘛得秋风去肯来约啊，对无？哎，讲到这哦，我若真正做不出来，我唔知秋风是刁工诶，还是安怎？我甲迄个 Kevin 做伙替伊搬米粉，比相体力较好。
明明就是我赢嘞，何秋芳讲甲袂输我咧欺负咧客们，你这你拢唔知啊？秋芳伫我的面头前啊，伊主动咧，伊主动替咧客们抓零啦。啥？说啊，甲客们抓零？嗯，那是对啊，不对啊？啊，当然是不对啊！伊哪会当安尼做？哎，当初我甲秋芳打结婚的时阵，阮迄阵的感情偌好嘞，伊拢冇替我抓零过嘞，拢是我替伊抓嘞。伊竟然在我面头前主动替客们抓，抓零，一直抓，一直抓，抓到我就赌气的我，你讲啦，伊安尼做，伊是不是真正介意迄个客们啊？哎，无可能啦！说啊，阮是哦挑故意哦，要你食醋，伊唔才安尼做的。我咧讲，查某人哦，上该用这步的啦。伊哦，嘴哦，讲不要，啊，心内底哦，不要停。要超过来试验的啦，试验讲哦，你对有重视啊，无重视啦，知无？你知影啥啦你呀、啊？哦，你莫伫遐咧自我安慰好无哈？阮查某人才袂用这招咧。拜托阿婆，阿秋芳姐啊，是唔甘要迄客人哦，啊替伊搬这么重的米粉，所以吼、哦，唔才替伊抓零啦。哎，讲真实的啊，客人这人哦，真正袂歹呢。你看，啊虽然讲哦，伊是一个当署长啦，佫是一个哦大头家啦，啊佫替伊心爱的人安尼搬米粉做粗工，吼吼，真正是正港的男子汉。弟妹，你敢咪听安尼讲？咱熟识遐尼久啊呢？你是唔通学秋芳呢？刁工要我受气，才安尼讲呢？对，你莫看阿 Kevin 哦，西装甲你偶像式的安尼不离阿成哦，你着安尼哦叫骂伊。我跟你讲啦 ，Kevin 根本就是一个爱情的骗子啦。无你甲想啦，一个大头家，一个大头家，什么查某囡仔伊无交过，对无？即个阮是哦，是哪样子哦？大鱼大肉食鲜啊啦，要换食迄个什么青州小菜啦？你才甲看啦，等到伊食到了无咸无正的时阵哦，无第二句话，你绝对甲锁啊，休在边仔去，迄卖休在大鱼啊。对啦，我知你的意思啦。啊，你的意思就是讲哦，就参像迄唱歌当年同款啊，哦，青州小菜啊，食鲜啊嘛，啊，啥物换食迄大鱼大肉，啊，唔则甲迄高桥人咧偷来暗去，对吧？嘿，你这个查某人讲的哪安尼啊？迄从大是人客呢，迄总讲有影，你嘛无讲出来，放心肝来了，你是。从大歹势啦，你嘛知。啊，你莫讲啊，你比恁某佫好讲啦，无要紧啦，随在你要安怎讲啦。为着哦，就是我对不起秋芳啦。所以我想要好好弥补伊啊！而且我变哪有可能目睭金金看迄个 Kevin 甲秋芳骗去，对无？不会啦，不会啦 ，Kevin 吼，真正是一个足好的人啊，没有人缘到，又够有钱，秋芳姐若是甲伊做伙哦，一定做幸福的。啊，不是讲煞袂啦，啊，像大是我兄弟咧，你无甲亲到准拄煞啊！你讲当替伊的亲弟咧讲话，你是有影哦？我想怎啦？我就实话实讲啊。啊，秋芳姐，恁刚好才那侪年呢，即马真无干，要出头天呢，拄是只那好个查甫人，要来幸福呢。啊那，我即做姊妹啊，别人替伊欢喜哦。你有兄弟啊？我有好姊妹啊，我别人替我好姊妹讲话哦。你搁嘛会用伊啦？你若讲着跟我兄弟有关系，就袂使啦。我着偏偏要讲啦，我就是赞成讲啊，秋芳姐甲客们做伙啦。哎呀，你做查某啥？都够无用的啦，你啥啦？哎呀，你上位啊！啊，你这黑人变上啊？啊那，欠腿啊！你这黑人腿啊！你。不要为了我吵架，不是因为不要为了我吵架。我知影，你拢认为我无得好秋芳幸福，迄是因为过去我家伤较伤心。我真正拢知影，连我家己后生佳瑶都叫我退出了。啥？佳瑶叫你退出？嘿，迄人伫遐讲我酒棍哦，向来无向我咧，伊无提你这个亲生爸爸去提这个客人，这唔正经啊，真正无友谊啊啦。无用啦，聪大。我跟你讲啊，你绝对袂使放弃啊！你要重新哦，把锁啊落回来啦。无啊，你真正哦，大家看谁笑啊！你讲了有道理，我怎么是用感觉？人若看我入学校，我都入道气。我跟你讲，我怎么决定啊？我要重新把秋芳搁叫回来。但你嘛帮帮忙。你甲秋芳姐约回来，那是凭什么啦？你是忘记了？你要离婚呢？但伊秋芳姐个性啊，是绝对无可能跟你这种有某的人哦勾勾缠啦。有啦，兄弟啊，咱
咱讲实的啦，其实迄费用讲了嘛道理啊，对不？哇，你无想无，你嘛甲迄高玉莲的代志有啊？你要先处理一下啊，你要先甲伊离婚啊，啊，你要表现到迄煞看到你的诚意啊，对哇？无你安尼是要哪甲伊甲迄老帅哥有？一个好野人咧，当处长，你要甲伊拼，你拼袂赢嘛？其实我甲玉莲已经无阿母囝，警察离婚的手续无办好尔。你讲我拢知影，我会赶紧处理啦。啊，你放心啦，我无遐简单哦。甲我囡仔妈妈让给凯文。阿姐，昨去找你是为了感情的代志哦。有啊，啊无伊也无朋友啊，伊无找我讲，伊要找谁讲？对啊，是讲像大个哦，即摆较早完全无同，我会变济人诶。诶，真正诶呢，我嘛发现阿姐哦改变真侪。讲到这个 Kevin， 董事长又搁安怎？迄个钱较济呢啊，对不？我才袂像你妈妈呢，我一看到钱就咧，哦，笑，哎呀，硬要甲咧 Kevin 甲苏万两个咧啊杀作堆，迄阵讲要用钱甲我买吼，我也袂支持啦。爸爸这票吼，绝对是等我上大。你有咧笑吼？你笑啥？我你甲我讲 ，Kevin 甲上大两个，你甲支持哪一个？啊，拢是我的时段，我都无方便出意见啦，对不？好，无要紧。安尼，你这票吼，爸爸先给你买起来。以后我跟你妈妈啦，因为这件代志，你起冤家哦，你要夹我一票哦。Please。啊！哎呦，好爸，卡细腻的啦。都讲完了，你怪着啊？这嘛是安怎呢？管怎无啊？无意无意。啊，你误会啊，走路台较注意的。我今日来哦，就是要来替恁买钙片的。市面上遐尼侪种钙片，啊，你哪会知要拣哪一种？我有看健康节目啊，伊讲哦，酸钙片哦，除了在酸会当保护骨骼健康，嘛爱酸会当保护肌肉，这两项对行动力拢足重要。啊，你是变哪拣？啊，除了在看钙含量啊，嘛爱看内底有添加维生素 D 无？因为维生素 D 内底哦，会当增加人体对钙质的吸收，嘛当维持咱肌肉的正常功能啊。哦，安尼。啊！你进来，进来，进。啊，行。哦，你拄则讲的，敢若甲这罐真符合呢。啊，就是这啊，会当做为照顾骨骼啊，够肌肉的健康。好，安尼好。我看迄金满意的开幕做了袂歹，啊，最近敢有要做什么活动，冲奖买气？最近哦是哈密瓜的盛产期啦，啊，阮大家的帕森探季的时阵办一个哈密瓜的活动，啊，标榜产地新鲜直送啊。爸，阮种的哈密瓜哦，拢是有着奖的呢，还具备独特性跟稀有性，我相信消费者一定就介意。哇，这主意真好呢。我安尼哦，我咪交代司机哦，安全甲会送到。好啊，我买清新都去南部吹果农。啊，哈密瓜直接运送起来就好啊，那就需要清新走一撮。啊，迄水果的品质，你总是爱清新去检验嘛，嘛较会安心对无？啊，本来哦是阮大家甲天要做伙去的，啊，结果阮大家临时无代志，你再拜托我去。爸，你哪会哩看我啦？你甲天做伙去，啊，你袂出问题，啊，你袂敢硬要家己哦。啊，就算是安尼，又该安怎？伊是伊，陈浩是陈浩啊。爸，好啊啦，莫讲这代志好不？好啦，莫讲。我看这届哦，金满意甲杨氏物流合作，我迄产地新鲜直送，迄是一个足大优势呢。我迄这么水的主意，应该是我这优秀的查某囝想出来哦。不是。啊，不是，唔老可能。啊，无敢是江伟军哦，啊，伊的头脑哪可能想得出来？是阮美场的一个清洁工想出来。恁美场的清洁工，有影有种高手，我是倒一个。啊，就是面去互火烧着迄个啊，你敢有印象？阮开幕办的火灾另类行销啊，就是提供循环的呢。啊，嘛是发现真好买水果无偌好，才有我想到，阮真满意伫生鲜这方面的强项。哇，这个清洁工这么厉害，我连卖场的行销卖向，
啊，你哪有需要你做扫落卡的工作？啊，我想要一个像是像是啊，拄好叫讲到的尔啦。唔敢安尼，我感觉伊身躯顶哦有一种足特殊的气质，我感觉伊应该不是普通的人，伊背后可能有咱廖兄白搞的故事。大家牵车司机都嘛讲，家己较早嘛大头家啊，话讲出来故事嘛是互人料想袂到的，哎，拢家己臭蛋的啦，听听就好，你莫去骗。爸，伊会讲的呢，伊袂晓讲话呢，是我家己观察出来的。会讲？会啊。哦，安尼真正足搞的，哇，你这个清洁工就像人讲的，高手在民间，哇，会跳舞就去吞剑的，你凡世连那十八种武艺拢会晓的。哇，真有机会哦，爸爸甲伊教看嘛，哎呀，看啥物厉害。你较厉害，你较厉害。唔会啊，反正输咧。行啦，行啦，行啦，李来。是谁啊？一丢狐狸，你好。丢狐狸，你好。我听讲，迄个 VIP 白房的纠纷闹到最严重诶，啊，想袂到你拢处理好势啊。其实哦，这无啥物困难诶啦，只要咱会当将心比心，就能解决啦。嗯，你唔来医术高明，而且哦处理病的代志又阁处理甲遮尔啊好。志成，咱病有这款的人才，真正是咱的福气呢。这嘛是当初我重用张副院长的原因啦。好，啊是讲张副院长啊，我会记你敢那嘛是阮宏腾创投的股东之一咯。是啦，这感谢罗总裁啦，当初吼伊无气，让管理给我入股啦。我唔才有迄个荣幸做咱宏腾的股东啊！啊是讲咱宏腾创投要竞选董事，啊唔知影你敢有兴趣啊？啊，只要有机会会当发挥我的能力，我当然冇兴趣啊！志成啊，你看张副院长哦，做工课遐尔有冲劲，啊咱若是愿意支持伊，予伊做新的董事。我想哦，宏腾一定会搁较好的发展哦。李来，副院长，阿杰，你拢伫个哦。罗总，真拄好呢。哦，你也来找院长。郑群啊，你应该是来找恁阿姑讲要竞选当选的代志对吧？是啊，相信恁两个人应该嘛同款吼。无唔对。啊、哦，我感觉哦，张副院长是一个足好的人选，所以我就推荐给你阿姑啦。阿姐，这个代志咱不是讨论过啊？公司代志无需要你费心啊，我甲阮爸已经真好的人选啊。我今日来是要甲阿姑讲话。我感觉张副院长才是上好的选择。伊甲恁阿姑真正是同学，而且哦，今麦又阁是恁阿姑的得力副手。志成啊！你得好好考虑，因为你是宏腾的大股东，应该要有自己判断的能力，千万唔通别人讲啥就做啥，一定要选出一个对你上帮助的人才对。